信真实的自己和我们的约定。一块儿去吃个麻辣虾吧。啊？哎，你怎么又陪你老公去看电影？上个星期不是刚去吗？还要去？哎呦，够浪漫的。行行行行行，好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嗯，逛。喂，小思，啊，是我。哎，怎么啊？干嘛？哦，好好，开会呢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行行行行，你散了会给我打电话。好好，你不忙的时候我还挺忙的呢，不搭理你。回家。有正事儿了，嗯，人家上学前班了。哦，走了。啊，干嘛呀？你干嘛？看老妈妈。哎呀，啊，我忙着呢。老妈妈不想老妈妈。哎呀，忙着呢，没空。坐下，我们坐下。哎呀，啊，这不绑架吗？我有话跟你说呢。忙着呢。还在生我气呢？不敢。对不起啊，上次你回来，我和你爸爸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拌嘴，跟你说话有点急。但是老妈还是那句话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别挑挑拣拣的，咱们务实，好吗？这是孟阿姨、程叔叔的孩子，是个海归。他们这个家庭，我们是知根知底的。去看看吧。妈，我求您了，千万别再让我去见谁了，再见我就吐了。在说什么呢？你好像见了多少人似的。没有，没见。妈看着你一人在外头打拼，没有人知冷知热。你看现在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回来了。回头孤零零一个人又走了，你妈这颗心呐，这颗心都快碎了。妈，妈，我的亲妈，我可爱的妈，别难受，别难受。对，我去见，你安排时间行吗？好孩子，答应妈去看看。能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啊？啊，写的太假了啊！什么叫假不假的呀？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把明面收下。哦，不对，我要现在一给你，出去肯定给我扔了。我得先把它输到电脑里去，回头我再给你。哎呦，真是老奸巨猾呀！我们就撒手了啊！往前对，重心，掌握重心，掌握重心，好，我们撒手了，会吗？会吗？会。
天才呀、啊！哎，天才呀、啊！你加油，宝贝儿，加油！哎呦，太有意思，你看那小屁股扭的。哎呀，你要我说啊，真得练练协调性，这也行，学街舞也行。哎，你们老周吧，你看他教摄影，那我就教街舞，咱俩加一加一个，你说呢？哎呀，你这人真会说话，变着法的你夸你自己，没事儿。说你让钢妹儿学街舞那也行，只要孩子愿意就让他学吧。不过我倒是有个条件，不能占孩子太多的时间。没见过非洲人呢。拉菲克曼博。你会瓦斯西里语？我去过，是会说一点点。你这打扮分明是西非的打扮。对对对，我去过西非六国，在街内的市场买过香料，在尼日尔河上独自泛舟。我在马里踏过撒哈拉沙漠，在加纳海岸角看过最美的日出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去过，我也看过。灰西装，你是？周小荣。陈子叶，幸会。幸会。我们坐下来聊。希望才能我也很不适应，真的，所以不是才有了今天咱们的盟约吗？啊，我一直、啊、我有个冒昧的问题 啊，就是你在国内就习惯穿成这样走来走去，还是为了今天特别赴约打扮的？可以理解成是专门为你打扮的。好，那这样我感觉很荣幸。你们说很荣幸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我这身打扮，我没有白花心思。你知道，其实这种盲约真的很浪费时间的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头了解到最真实的两个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们有的人啊，说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害怕，害怕。我倒是有个问题，我在想，人类为什么不能进化成雌雄同体？这样就可以省去我们像这样的盲约的时间了，可以创造更先进的文明。我也在想，如果人类
在进化繁衍的过程当中以裂变的形式出现，那么在需要的时候，砰啪啪砰，瞬间一个新的个体产生，不是吗？是，而且我希望你裂变之后啊，我能够有机会看到真实的你，我相信一定很美的。啊，卫生间。啊，好。不不不，我去。请便。96, 97, 98, 99, 100, 别停下来。哎，你来。我不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肩周炎犯了，真的，我连说头都困难。这能治肩周炎？我不。刚刚前50下，钢妹儿帮着数的。钢妹儿，你再帮忙数。101，哎，孩子呢？对。钢妹儿。那小孩那里头没不在。没呢。钢妹儿。我们一小孩吧，没有啊？啊，没有是吧？说刚才您孩子跑了，要不上厕所？你上厕所那找找。好。怎么？厕所有人吗？厕所没人呢。天哪！哎呦，这孩子，你说你别往那儿找，我这兜了三圈了，他肯定不在那儿。那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找吧，我看你是急糊涂了吗？我们跟婷婷说什么呢？告诉她孩子交给我们给弄丢了，她以后还可能让孩子给我们带吗？你好啊。你好啊，姐姐。你是罗华小帅哥是吗？对，就是我。你跟谁来的呀？我跟奶奶、姥姥来的。你大人呢？师傅，你有没有见过一小男孩眼睛大大的？没见。是吗？周正明，周钢贝儿，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了？钢贝儿。再见，小朋友。
人类为什么不能进化成雌雄同体？这样就可以省去我们像这样繁衍的时间了，可以创造更先进的文明。而且我希望裂变之后啊，我能够有机会看到真实的你，我相信一定很美的。楼上啊，楼上吗？输液在楼上。走，电梯。哎呀，钢妹啊，你是男子汉，男子汉打针就不能哭，更不能掉眼泪，是不是？哎，真好孩子。钢妹，再吃个香蕉吧。啊，孩子不吃你就别死气别咧的。他这发烧不爱吃，我就给他吃点怕啥。他不吃。钢妹，哟，来了。钢妹。哎呀。怎么了，孩子？你把奶奶给吓死了！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怎么了他？哎，烫了，额头烫。我这儿正修车呢。啊，幼儿园老师啊，来了个电话，说咱们钢镚儿打喷嚏、流起鼻涕，到医院来一检查，着凉感冒。着凉感冒啊？就得输液。哎呦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讲啊，大夫说了，开了三天的消炎药呢。凭什么孩子一着凉一发烧就得输液？我最反对这种做法了。书上怎么说的呀？书上说你又来书上说了，孩子都咳嗽了，老是书上说。哎，你忘了小时候我们怎么带他的？物理降温呢，这是最安全的，这点知识你忘了？你就饭吃了。哎，别吵了，俩大人在孩子面前吵什么呀？你们看，还有很多病人呢。就是，老王啊，现在主要问题啊，赶紧给他退烧。婷婷也是的，孩子发烧了，也不知道打个电话给我。那小易也没来呀，婷婷要上班。哎，他们有他们的工作嘛。再说了，他们来了，孩子就不发烧了。对呀。站起来。干嘛？我让你起开。拿着，大家呀，把这口罩都给我戴上啊！以后谁不戴口罩，别跟我孙子说话，满世界都是病菌啊！来，给你，都戴上啊！来，小伙子啊，来，都戴上啊！给你。行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脆弄个玻璃罩子，把你孙子罩上。一个大小伙子啊，你当花养，早晚成废物。你个臭老头子，你又臭来劲，你来什么劲呢？你把护士团那护士给我叫进来，把针拔了，把孩子你疯了你！这是你压制。怎么着？准备将相亲进行到底啊？没有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相亲是件特没劲的事儿。我去呢，也就是为了对付我妈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为什么相亲栏目收视率这么高了？为什么呀？没谱呗。你说的太对了。你说我相了这么多亲，哪个在谱上？好像有一个吧。哪个？哎，就是你否定的理由匪夷所思，那个留长指甲的，人家留个长指甲吧，你也说人家毛病。哎，行了，别再跟我提那个长指甲了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吐。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人无完人，人家也许还嫌你戴假发呢。拿我打岔是不是？拿我打岔啊！给我站住！你，我戴假发那是为了随时随地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感觉你那眼神是什么？不行，去看看心理医生。你才有病呢！
我好像真的有点问题，是吧？不像，就是。你。我就说嘛，咱们打个车回去算了，干嘛跑这儿来呢？哎呀，到哪儿都一样，明天还要输液呢。再说了，医院离姥姥家近嘛。就是，我们家人少，你们家人多。再说了，我们还有小院子能让他跑跑呢。你放心，病好了，保证把他送回去啊。你不是会开车吗？你开车送医院不也方便吗？哎呀，到都到了嘛。哎，今天就是到都到了，别说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哎，爷爷累的啊，恭祝爷爷。老王回来了，哎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对，来了，金总啊，来了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哎呀，哎，什么就是这样，哎呀，灯都，哎，小心。哎呀，哎呀，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哎呀，没力气是吧？没力气啊，最起码要不要脱衣服啊？把帽帽脱了的。大家都在啊，我说话可能不中听。这孩子一定要加强锻炼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让你们给养坏了，动不动就生病，动不动就生病，还动不动就打针吃药。我们两个是没有矛盾的，我懂，是药三分毒，谁在滥用抗生素了？马大林他不听嘛。高妹奶奶说的对，不能滥用抗生素，可是也不能把孩子包得跟粽子似的。民间有句话说，要想宝宝安，常带三分饥不寒，这个道理你们不是不懂。书本上说的，书本上说的也不能拿过来就用。毛主席说过，理论还要结合实际呢。你也别臭美，整天大鱼大肉的给你孙子招呼，不是好事。鱼生火，肉生痰，青菜豆腐保平安。打今儿起，全素。你得了吧你，孩子胃口不好，不敢点肉吃。他还能吃饭呀？你现在给他吃肉，他消化得了吗？病好了再给肉吃。老王，你们家不是监狱吧？你不是让我来听训的吧？监狱想来听训，把孩子留在那儿。乖啊，乖啊，下次来看啊。来，那素梅，走了，走了。哎。过来，上我老爷这儿来。等会儿看看烧不烧。我说这王满堂啊，太武断了。怎么说孩子是被我养坏的？咱们先不评论，看效果好不好。王满堂的话虽然极端了点儿，但只要对孙子好，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试。但是我每一步都是按部就班的，看的就是全世界最畅销的育儿书。他说把孩子送去硬性锻炼，他才错了呢。苏梅，苏梅，苏梅在哪儿啊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我眼里的苏梅啊，已经没有自我了，她全身心扑在孙子身上。那好啊，我委任你为幼儿园园长苏园长。讽刺我是不是？那敢的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老有所乐啊，退休以后的生活丰富着呢，要不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，孙子大了，独立了，离开家了，那这个家里就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茫茫然四顾一片空啊，那心呐、就没着没落了，多可怜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画画啊，当一个流浪艺人也是我的最高追求。我的天哪，还流浪艺人呢。爸妈，我
小姐啊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看你老爸老妈？今天不是有空，是因为饿了，困了。老帅哥，有吃的吗？有啊，让你妈给你做。太好了，我给她做，你讨好她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最近工作还好吧？哎呀，你们的女儿工作不到 number one 绝不罢手啊。我说呢，咱们周家老大学习工作什么时候让老爸操心过？问你件事儿，跟陈叔叔那个儿子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呗。怎么就不怎么样？合适还是不合适吧？不合适呗。不合适。行，不合适，跟我说说不合适的细节吧。哎，爸，你看看我妈，人家回来就是秀秀秀。我妈问着问呐。兄弟，一会儿再说。怎么叫我问着问那的？怎么叫我问着问那？我问的都是对你有用的东西。再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啊，陈叔叔、孟阿姨跟我们多年的朋友，人家把儿子介绍给了你，你说他不合适，说不合适在哪里？人家打电话来，我可以回个话给人家。你就告他，我有病，有病看病去啊！哎，老周，你女儿谁都不爱，这就是病。那好，我消失。上哪？我还很多话问你呢。回屋。对了，给你的，我画的，比您的贵。哟，哎，等等，小叶，帮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玩手机了，帮我看看这两款车哪个好啊？这一个是叉六，一个是 Q 七。我喜欢大切，霸气。发财了吧？买彩票中大奖啊！还不能有个梦。游戏评估很快就下来了，我认为无极现在下网的时间刚刚好。秒杀抢购进口化妆品，吴昕，你给我看一下啊！什么化妆品？我说了你也不懂。这个便宜啊？特便宜啊！好用吗？特好用。要是好用的话，麻烦你帮我给我丈母娘还有我老婆买两套呗。吴昕啊，你真是十全大孝子啊！嗯，老头子，嗯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绳梯啊。这干什么用啊？见过旁边那院战士训练吗？啊，用的都是这东西啊。哎，那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这是爬呀。爬啊？谁呀？咱们孙子。孙子啊？多危险呐！训练孩子的事啊，你别管，我说了算。得了你！我告诉你，你敢让孙子爬这个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是拦着，我就带着咱们孙子回农村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敢让我孙子从眼前消失，我跟你没完。行，那你就24小时都别睡觉，瞪着两眼珠子看着我们。我就看着你，来，喝口水。小姐，我问一下，陈子叶心理诊所是在这里吗？
下。是那个，那个哦，周小荣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陈子夜，怎么那么巧呢？不，我来找我一个朋友，他也在这儿办公。哦，嗯，这里是我的诊所，所以你朋友是在。哦，那可能我走错了。哦，我，哎，啊，相约不如偶遇，不如就坐下来聊聊吧。嗯，不用了吧。别客气。你好，来，哎，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我朋友等久了不太好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那就不留你了。再见，再见。看看，问题咱们今天要爬正题，我得先给你清理妆来。你看看穿这么厚，这你都不冷。冷什么冷？不冷。啊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、怎么脱衣服这么冷的天？你看看，孩子都哆嗦了。你他冷就对了，人一冷啊，寒毛孔就收缩，寒毛孔一收缩呢，这人呢、啊、他就有抵抗力了。一运动，汗毛孔一打开，它就出汗，人根本着不了凉。来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老爷的。呀，你看看这绳子呀，这么粗，给他弄手套。我给你拿手套。行了，你别瞎掺和了，去给你孙子做饭去。你少给我拖点啊。呀，行了，老爷扶着来，不是，松手，松手，下来，我给你扶着，上，从最底上，来，哎，踩住了啊。哎，手往上，哎，来，有老爷呢，不怕。哎，对，哎呦，再来一道，往上扶，男子汉再往上爬一层，敢再往上来一层吗？好孙子。加班了，加班有没有加班费？我加班有劲儿啊，我一直在跟你转，就你想要那种带阁楼的房子啊，晚上咱们俩能够这个数数星星，看看月亮，多美啊！哎，还有你想要那个
酒红色的跑车，油门一踩啊！老公，虽然说吧，你说这个一直都没实现过，但是每次我听的时候特别的温暖。什么时候咱们呢带着钢镚出去旅游一圈，去看一看那些名山大川，到时候咱们也长长见识。好啊，没问题，你计划一下，我来具体实施。好，老公，要不然咱们出国旅游吧。行，咱们是得出去看看，是吧？挺好的。你干嘛？脸上都给成膜啊？嗯，什么呀？感觉现在网上当了一张哭丧脸，直接打印出来以后，啪，贴给他。最近物价挺贵的，省点力气啊，省得吃得多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有一回我假装扮成了那个非洲人，然后吓跑了一个人。哦，记得记得，不就是你妈给你介绍那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罗成祥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切，你这花贩子傻子全都知道。傻子全都知道，不跟你说。不跟我说，哎，再次偶遇感觉怎么样？闭嘴。这次肯定有情况，你看你脸红的。谁脸红了？看准个就上呗。你这一扭捏呀，真不像你性格了。如果觉得靠谱啊，给他约出来，像你以前一样，直接问，直接追，一定能行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就得追他呢？谁让您是直脾气呢？别爬了啊！你要是不爬了的话，我给你炖肉。说什么呢？老妹儿，吃饭。哎，难吃。对身体好，一定要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孩子现在活动量这么大，你是清汤寡水的哪成啊？你别管，哥们儿，明天老爷带着你出去拉练，看看你能走多远。你现在要是不吃，明天可就没饭吃。好了，我要吃肉。姥姥明天给你做肉，别说话啊，咱先把这汤喝了，明天干平气儿啊。哎，我孙子好可怜呢，啊，哎呀，清汤寡水的，怎么受得了啊？我等我要吃肉。姥姥知道啊。小荣啊，有事儿吗？我没睡呢。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哦，对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您跟我爸最近还挺好的？啊，都挺好的。啊，身体挺好的？挺好的。那钢镚呢？
刚不是去他姥姥家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说话有气无力的。没有啊，我挺好的，真的。我挺好的。行了行了，你这样吧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可说的啊。你跟我爸赶紧早点休息吧，我挂了啊。不需要代价。